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情景》。十方神地色，各位神仙大德，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，各圣宗亲，历代祖先救贤七祖，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这个阿弥陀经哈，大阿弥陀经啊，这个第八分哈，第八分，顶阵啊，讲到四十八大愿哈，这阵呢，如果讲到这个初修善行分，初修善行。忽然，哈，忽开始啊！你是法藏比丘依披佛所，诸天魔还良神，哈，北部大众之中啊，天龙北部之中啊，法师宏愿啊，应是大地藏，哈，天雾妙花一散吉祥啊，空中湛然决定成佛。一是法藏自真实慧啊，勇猛精进，修习无量功德，以庄严其国。哈，四个入三摩地，历代阿僧之劫，修菩萨行，哈，不生欲想、亲想、痴想，不生欲觉、亲觉、哈、痴觉，不着。色声香味诸法，哈，忍力成就不计众苦。修行确实无好修啊，确实无好修。一旦发生发这个大愿力的时啊，天魔拢来，拢甲你阻挡，想尽办法呢，要甲你打击，让你修未成。是啥原因呢？因为众生有众济苦，众生过去结足济冤债，一旦呢，闹一个人是要修行正果的时啊，足济是众生的冤债啊，灵界、魔界，无法度报着这条线，这个冤。因为众生诶，会得道。那么呢，会当一种得道呢，有修完修报未着啊。那么，今有人发愿力啊，讲要来大修行，以后要利益众生呢。所以天魔一寡呢，妖魔鬼怪呢，伊就会来阻碍，就是阻碍。所以这个、阻碍诶，那是定力无够的人啊。这是无够啦，真紧嘞，都退字啊，退转，卖啊啦，哦，修行这艰苦，卖你卖修呢，哦，那这艰苦卖啦，吼、哦，啊就退啊，啊退也好啊，拍拍手，嘿，迄我要个众生的冤债，继续不报就报会着啊。所以啊，往往啊，一件好事啊，要做，足侪天魔、妖魔鬼怪嘞，
下来打击，一寡妖魔鬼怪呢，下来甲你阻碍。何况呢，佮发大愿呢，要修行即个呢，发大愿修行的人啊，当然啦，哈天魔呢，一定来甲你阻碍。啊，即摆有个人在修行啊，啊，食无三杯硬菜，就讲哦，伊已经成道啊，已经什么分啊？吼、哦，四个人乱点阴阳符，乱点阿弥陀，吼、哦，讲一挂无负责的话，互人去烦恼心。比如讲，七七年前啊，我真个过来到，到尾几个徒弟啊。啊！伊就四家四家去咧讲问佛啦，问修行啊，问大师啦，叫个大师咧，甲讲一句话：哦，你顶世人就国王啊！吼、哦，足欢喜个。等下就是称哦，甲你国王啊，就是你讲你是国王哦、啊，所以拢会成佛，因为成佛啦，拢是一个国王个人吼、啊，经典多啦些，一个是国王个啊吼，即拢会成佛啦。好、哦，所以足希望讲听到伊国王啊吼，啊就安尼。看一条幸福啦，会心痛啊，大项有心痛啊，啊解决伊个目前的经济问题困难啊，吼、哦、解决伊家庭的翁某感情的问题啊，我解决你迄个员工到迄外面那个脱销的问题啊，想安尼对啊，结果妖言惑众，你甲讲的无受，即个讲的呢，以控过的心、傲慢的心、哈贪的心、不知足的心拢造出来，所以造成愈变顺。那你要求什么害？哦，这点啊，那爱真善意。那么，这里发总比发完以后呢，哈、哦，诸天魔啊，哈、哦，这是天龙八部，所有的大将之中啊，哈、哦，发出宏愿，发这个大愿的众神仙啊，在中间呢，发这个大愿力啊。发誓红誓完，发的就抓就对啦。应时这个时阵大地动，发了就大地动。天雾渺花一山吉祥啦，天顶落大雨，迄花落来那是落雨呢，落跑。我曾经啊，看过一个电视，好报道，日本有一个查某出家人。啊！伊是无出家啦，嘛带法的人嘛，在家修行。伊咧修妙法莲花经，一直上经，定咧上架咧咧，门即间厝内底咧，拢关关咧哦，干那冷气有冷气啊咧，他们拢关咧，拢无啥。啊，听了八爷爷啊，一直持这个妙法莲花经啊，一直上架才半点钟以后咧。诶，对天了板啦，第二落一挂金箔啊，即块区白色石头毛嘛，拢那金箔一直上。我亲目看，伫电视内伫报道出来，我哦赞叹，天雾渺华，天雾对天那落雨来白白啦，迄花啊，拢规身躯啊，伊若上镜头啊，金嘛。我就是讲，我若在下吼，啊，我若认真来上的时候，啊，拄啊金发规身躯嘞，我用不不来卖啊嘞，吼吼啊，人伊安尼吼，规身躯啊咧金色相，所以咱金身原理就是安尼来，金身当时释迦牟尼佛啊，注释啊，伊就伫讲经说法的时候，讲较衰。顶着讲出来，天顶天花、天雾妙花，拢变出了金色色嘞。吼、哦，所以以后那称呼金身嘛、金尊嘛、金身嘛、金身嘛，原理就是安尼来啊。好、哦，以后的人啊，那修行经过了，外面创金箔啊，甲黏黏的啦，吼、哦，叫做金身。哈、哦，那么那发动 BQ 啊，发这个原力，所以。大地动以后咧，天雾渺华渺灰啦，或散在其身躯顶，空中湛亮，决定空中所有众生成佛菩萨啦，拢个赞叹、赞扬，
讲决定幸福，决定幸福，一定会幸福。所以法藏比丘在会幸福。所以咱的法愿啊，爱在当天就佛前，你要找你的师父，足有修行的诶大师头前，你将你发的愿，跪伫面头前，师父，我要成就，安怎？我你的愿安怎要来修？你甲师父讲，互师父甲你鉴证，师父就代表十方法界众天神、天人，吼、哦，天龙八部代表甲你鉴证，鉴证以后咧，你就成就，照你修。所以你要发愿啊！你无你免一定讲点香点在佛心面面头前哦。在你的足有修行的师父面头前啊，你甲发愿，安尼恁就会有成就，然后照行。好，所以空中赞言呐，发愿啊以后咧，空中所有神仙啊都开始甲赞叹，讲决定成佛，会成佛未成佛啦？看开始的动念就清楚啊。哈，一是法藏住真实非啊，法藏一心啊，住安住在真真实实的大智慧的境界之中。哈，用命精进，照伊家的六波罗蜜去精进。哈，修习无量功德，以庄严结果修行啦，以各种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来庄严伊的国土。国土是啥？心灵世界的国土。四个入三摩地，哈，念大阿僧祇劫修菩萨行，然后咧，以定中咧回到等于禅定中间咧去修过去修正，修正过去是生生世世无量无边的劫数，所有那有偏去的，所有偏差的思想行为唔对咧，拢开始修正。重新去反省、去忏悔、去修正过去的，所以咱释迦牟尼佛啊，一开悟以后咧，每一个暗时啊，伊就对一点开始啊，还是十一点入夜开始啊，静坐咧，入定啊，去看伊一世过去迄世，一世几十年中间有啥物错误的，紧来去按回事咧。去也是去道歉，该原谅去原谅，吼、哦，拢去修正、修行叫修正呢。修正过去先错误的想法，过去先错误的作为，一先煞，然后呢，过几工来开始来，搁定来，搁去看过去事，一些等于无量阿僧祇劫的遐错误的呢，开始去修正，哈、哦，修正呢。经过哈大阿僧祇劫啊，唔知几千万年啊，修得菩萨行不生，然后咧，他就不生欲想，哦，即欲望的思想啦，贪心就对啦，煞未贪心啊，哈，嘛未够生气啊，嘛未讲无耻啊，嘛未无耻，所以一直的人会无耻，会贪念，会够生气，拢是无开悟，嘿，卡是拢是无开悟。就是无开悟，才会产生呢欲望，什么大行大事都爱，看到啥爱。现在正济啊，自称修行，出家在家拢共款，真正自称修行呢，去甲人斗呢，哼，这袂歹呢，提起摸人摸，啊，师傅送你哦，好、啊、你哦，谢谢哦，哦，功德无量哦，你有福报哦，你刚提面讲讲有福报，哈哈，这安尼呢，阿妈真了然啊，好、啊，那。这样看咧，介意就摸咧，就等于啊，哈，就讲人有福报。哎，咱也唔知伊在修啊啥程度。哪个已经成佛的人，才有资格讲你有福报，讲提物件讲你才福报。你已经成就啊，开悟的人，才有法度咧提些物件行你一行哦。哎，记哩。所以人我人去人遐，我含敢提，我都唔敢提。要送我，有当我喜欢侬，我拜托你唔好，你好我喜欢侬。好，我原来烦恼都想有够多啊！你搁等我，我就爱搁去烦恼啊！
那顶个就空多的呀。哈，要提这知识时啊，老师啊，我机会就足贵了，这样了，你提到迄个生意，我拜托，这个我卖。你提到我都爱去买一个铁轨来搞。哈，铁轨我出来你无位嘞，我肯定，因为足不贵嘞，最好莫拍唔给丢啊，我就是我惊拍唔给你。好，我清清菜菜的吼，石头我凊彩当一粒，我无代志，我无烦恼。外人去死物件，甲你创治，迄唔对呀。外人互死物件创治呀，哈，迄就无简单嘞，确实无简单，你再看嘛啦嘞。好，啊，搁一个徒弟啊，伊老师啊，我来送一撮啦宝贝吼来你遐互你吼，啊，这个宝贝阿伯来用你来。爱钱就甲买，迄阵哦，搭只车要300万，要搭只300万，我都是300万，我才起完咯。我300万，我爱去做一保险箱，我提早看咧，我来卖面处理咧，哈哈，我烦恼啊！啊，我就当爱烦恼一项。哦，这咧，所以讲伊啊，好物件唔是贵嘅物件，唔是好物件咧。啊，到尾啊提来，我讲你甲摸倒去。那无我等你拖下，好、哦、老师你唔知遐遐唔知遐无遐尼磕头，我本来就磕，我若无磕咧吼，我互你创治，互你设计，吼、哦，所以都爱磨疼呀。阿问老师，我等下烦恼了，本来是啊，即你下你爱个烦恼，你无烦恼要等我啊。啊，我一项咧，吼、哦，即多啲空多啲，送一个地瓜啦，讲起大陆，生什么生什么生，即个吼已经作弊啦，即个翘起啊。这个机要到30万、20万，好，我你卖去，伊都甲肯花。我讲你这物件，你花我就去烦恼，花烦恼嘞吼。我要跑唔是要跑嘞，要跑起价个，迄个价咱几十万无效呀。我讲你卖钱摕来花起要开呀，伊讲咱唔怎肯嘞。啊，有一天啊，那潘师兄啊，伊也唔知啊，沙落来遐就跑啊。我看着面啊乌个，沙落去他外口啊，凊彩多啊卡，迄多啊卡甲钱咧就起嘞。我破哎，这支我那嘞，我下载都一般同款，也无啥特别啦。我这支20万了，哈！你我嘛唔知跑啥同款俩，我都去完咯。我今日收下去金库内底，阿哥今日我提行李拜托，这提领导，行领导你点办？赶紧叫我去完咯。所以咱人是世间呐，咱贪心、贪念受济啊，烦恼受济。我曾经去看一个出家和尚，阿姨。哦，已经是足水个内底，拢宝贝，拢宝贝。吼、哦，即当时宝贝。哈，我讲你烦恼，你甲你收遮就好啦。收遮欲望个，你就收会了啊。收性遮欲望啊，贪心个，你就收会了啊。吼、哦，因为都再是起一项一项烦恼。我讲你哎呀，阿弥陀佛啦，师傅啊，换人去哦，你这个换人去哦，这个死个物件去创治啊，你个收遐无彩啊，你个收性啊。算硬啊，好嘞！我早时起来，拢爱烦恼些。我出去吼，门爱锁个条条，惊人摸去。哈哈，我你无采修行，啊，到尾嘞，就采去义卖，卖掉去啊！好，卖掉了，过些半年后去啊。有张居士啊，你看我的房间怎样嘞？我卖卖赞嘞，这壁拢金黄色个，这种极乐世界就是像安尼，无遐个烦恼物件。哈，伊才是卖吼。啊！去一间塔，好、哦、去一间塔。啊，所以咱啊，贪念啊，贪心啊，拄好就好，拄好就好。咱唔通想超过，超过是烦恼，烦恼想。咱是世间会当陪伴咱嘞，只有佛俩爱注意，会当陪伴咱只有佛，会当陪伴咱，其他物件无当陪伴咱，爱说伊，嘿，好，那无嘞，烦恼也未了，也没完没了。亲像咱啊，真傲，真侪人真傲生气，爱注意。咱是世间啊，上无计，咱就生气。当时释迦牟尼佛啊，伊甲咱讲开始啊。世间上可怜的人是啥人呢？无钱咪可怜，
无厝大袂可能，汽车袂可能，无我无可能，无囝无可能，无翁袂可能。好，破病嘛袂可能。那破病嘛袂可能。那么上可能呢？傲生气的人爱注意，傲生气。咱一旦就了傲生气啊，咱的完成这阵魔界了，真够照别人诶，讲一寡话，互你生气。一个行动让你生气，起个养成习惯了，鸟吃完步对啊。有一天啊，咱要断开的时，有一天咱要断开的时啊，好，咱想起代志啊，目睭所看到，人未讲话，嘴开开，咱的脑海内，好，甲嘴目睭内底，所有妖魔鬼怪啦，现好，较早你上后生气，让你看，好，你看，你都愈硬的，咱死了后对到地角，所以地角是家己累的，无人甲你杀的。无人敢送嘞，所以地角是家己开发嘞。地角如果你都对贪，吼傲受气，尤其受气嘞，比贪较厉害，比贪较厉害。所以咱呐，一看到受气，阿弥陀佛咯，最高嘿，是安那？是阿弥陀佛最高嘞。我哪一看到，看到无欢喜的代志啦，哎呦，哪一看到无欢喜的，看到欢喜受气的代志，嘿，就是那最高啊嘿。我若要去看了，我就去祈愿嘛。阿弥陀佛，最高，咱啊，时时念阿弥陀佛，吼，咱就念最高。表示讲，我看了是无欢喜的代志，我心祈愿咯。看了无欢喜的代志，我的祖先啊，祖先，伊嘛同款会得到，同款无生气，会生气的，无欢喜，嘛会得到。好，所以啊。咱阿弥陀佛，最高。那虽然看了无欢喜也是算了，好，咱会当接受，袂当接受，咱就算了，好。会记哩，咱的世间，个人个人生存，咱的体，咱的心，家己掌握，好，唔通咱的性命在人手头，痴就无智慧，痴无痴，好，足侪人是足无痴的，真无痴，个个甜啦，讲一句话，个个甜啦，好。啊，无智慧，个个甜啊，逐项任何代志啊，拢是家己丢，拢家己丢，真济。那阵长，吼，一个呢，好又爱，这个贪心，物件特别要出，特别买到尾嘞，这样就算未过啊。这个老师啊，想办法了，好我欠住我都行啊，我都安怎，我无都出袂掉，嘛卖去了要安怎？嘿，你的贪心走出来，无智慧出来。未堪要红结呢，结果哦，我爱那无好嘢，讲爱讲款好嘢结呢，未堪要红结，所以无智慧，好安烦恼就到位啊，好不生欲觉，好不生欲觉，心觉、体觉，好嘛未升起这个欲望，哎呦我欲望以后呢，再觉悟，哎呦迄未富啊。那欲望贪心以后，才觉悟，这个未杀你的事啊，未富啊啦！我有经验，好，我有经验。较早呢，我阿人在做工事啊，爱甲人买土地啦、起厝啦，无一个人通。哈，啊，我土地就买外厝、买外，到尾呢，一个就算未过啊，好，有够艰苦。要甲人借钱呢，起歹势，唔借又会跳票。要甲人借呢吼，啊，你。啊，朋友嘞，伊若无啊，要甲咱死啊，歹势。迄阵就贪心，以后才觉悟着吼。家己想，我以后达最无爱安尼啦，达最无爱啦，吼，无爱安尼做啊啦，哈，欲觉。啊，过一届嘞，就去用车去日本料理请食饭。啊，朋友，我要请，我无安尼来日本料理都已经好，又多又袂歹。啊，去嘞，一桌来点十样菜，过三家四家。吼、哦，我一直甲俄罗斯，一直点伫遮，食到尾嗨啊！啊，喙大嘞，伊白滚水就啉嘞吼，足甜啊，胃煞袂叮当，日日袂落，足艰苦啊啦！安尼迄暝等于规暝无大睏，干呐大病。哎呦，这欲望吼，贪心诶，再来觉悟未富啊！再觉悟哦，就是贪心啦、啊，就是袂用贪。不用吃太多的吼，吃太多微乎的负担不起，等下遐艰苦，所以欲望的觉悟啊，欲望的觉悟，爱注意的贪心了的，才来觉悟未乎。咱一个信徒，一呢，了了就，我要死啦，
发要死啦！啊，但发要死，我都食农药咧看啦。哦，啊，即个呢无介意呢，农药买便便啦，放伫厝内底呢，小我无介意呢，伊就甲啉落，死啊！无死，然后小伊嘴袂讲话，哈，安尼呢，只喘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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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也袂死，惊也袂惊呢，吼出也袂啊！爱人哦，轮轮你个送啦，人困伫眠床啦吼，人工过是无用啊，中昼时免食，吼，呾枵枵咧喘，倒下来则创好食，还袂讲话啦，目屎流滴啊，喘咧喘，迄个熬生气诶，这结果，了了熬生气，熬生气则来结果啊，则发觉唔对去啊，因为手写写无应当初无应该生气，我已经结果啊，我以后歹生气，啊歹生气就无遐大。买生气无较大，啊！希望伊个人诶，厝诶人呢，好啊照顾，意思就对啦。吼、哦，都无较大，啊，也未食，也未叮当，啊，困咧房，好、啊，家己喘者喘者。说性格个，咱无理由熬生气哦，咱来熬生气哦，就咱意气用事咯，到尾则来干五袂赴啊，则干五袂赴啊。啊，还一个空地主，伊啊，嘛是了了啊吼。熬生气，了我从楼上跳下来，迄间囡仔做一间甲跳来，对厝十四楼甲跳来，迄个跳来，死要跳到我，结果无跳头前咧，啊飞伊隔壁南回街啊面顶，飞伊隔壁南回街啊，南回街咧，吼，啊伊就安尼咧，即、這个脚长手长，啊脑弄破，啊到尾挨挨十十，啊窜着窜着，这样子窜窜窜窜，那时候跳 disco 跳五年啊咧跳，迄安尼吼，伊也够济咧吼，哎用白个哦。啊！甲别个以后，啊，头壳挂落死的，挂落死的，那无法跳落拢抢不到呢。啊，困伫眠床，那像虾啊，像虾啊，咱就用哦，这这那嘞，扑着跳着，扑着跳着嘞，黑壳够可怜，咬上去。所以，哦，一旦咬上去啊，妖魔鬼怪辛苦边，单单上去，单单上去，单单上去，以后我就侵我来，侵我来，咱就呼掠狂，掠狂，吼、哦！啊，掠狂以后嘞。惹出我咧，未当收山个代志啊！迄阵则来觉悟咧，未赴啊！迄阵则来觉悟未，不生真觉吼，真敖生气，以后咧会觉悟。好，痴觉无智慧，无痴哈。迄即摆咧，迄话咧，个个甜哈，个个甜咧。尤其只男女之间咧，聊聊都个个甜，哈，无智慧，甜甜个，干咪害啊？未煞咯，未煞咯，啊，未煞咧，双方拢未煞。看要安怎呢？吼、哦，未煞呢，今日烦恼就多啊！迄个感觉，哎呦，当时我若莫爱就好啊，莫假爱就好啊，莫话莫讲哦，凊彩凊彩三好好嘞，啊，人也叫真正我煞爱，即摆拢煞爱，足我走袂落啊啦！啊，刺激无智慧，爱注意。吼、哦，话讲讲的吼，有时有时的啦，甜来吼，你走你就走袂离。迄个真正呢，讲话不要随便讲挑衅、挑事。吼、哦，迄个无智慧。咱爱有智慧，上个上重要的爱听佛法。佛法你若唔捌啦，死了后咧听师孙啊、师妈、吼、师公啊来甲你呛啊，啊，一面说一面想咧。不能这边包就配啊，那配配啊，哈！这边这边，空空轻轻轻轻，我这边不稳啊！我讲迄种啦，我都甲你超多去招兵的啦，迄种系好笑啊！真正互你超多的招兵的哦，送你去西方哦，一家你有当下面等伊，到不都巴都等伊啊！即只呢，轻轻轻轻，这轻轻耍嘞，走去啉酒，啉了就戆，唔知等伊到，啊，走白口走大，哈！伊都无都等伊到嘞，我送你去西方哦。各位唔通妄想啦，唔通妄想。我是真去碰一个说，这空道底下走人。老师啊，我若死的时候，我要叫西公来甲上京啦，伊我都送去西方啊。我讲西公啊，含厝都无大，要送去倒位？唔晓，我咧想迄个都共租厝了。伊想迄个实在咧西公吼，拢咧共租厝，无厝大，伊都无厝大，要送去西方，交命了。我看你摸头壳摸安尼，西公有诶，互你袂信诶，吼、哦，
这边上上因为我们走半桥去，吼、哦，啊，三千里落落的，现在前两天都穿着呢，无一个庄严，感觉一个心都无安定，讲两话三句的三字经就出来，讲一个话都无一个智慧的，你哪有可能请伊甲你超度？所以咱台湾读书发一足好个，唔是歹，是安尼人袂尊重咱的读书，我看足济。无自我约束家己啊，行为无约束，哈、啊，了了出头，那那那播那那飘飘飘到，伊唔总到位，啊，那那哦，人看了哦，来去啊，行了，紧紧紧紧去上经，哦，去啊上经上三经诶，是个哎呦作业嘛，啊你呐，我们请什么师公啊，师妈读书啊，咱才甲你上经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检查伊的行为，伊的道德发如何，那无咧？同款对头人拖地下去啊！爱谢伊，爱谢伊。所以啊，咱爱有智慧。咱一旦像安尼无智慧啊，去拖地下去的时阵，哎呦，害啊！我唔对，我每阵咪对伊来，迄个气个，迄阵只个感觉，牛市以后无智慧以后咧，你只感觉就袂赴啊！哈，有好事有事好看，所以叫咱爱有智慧。多听文法，听法，多听经，哈、哦，听这这这大师啊、上师啦、啊，甲咱开示，安尼才对。啊，而且呢，咱若要转去呢，咱爱甲你念佛，平常时甲你念佛，甲你修行念佛，唔通等啊！讲要哦，师妈、师公、师孙啊，较大段咧，甲恁超度，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嘞！放心，迄是做老者咧，安尼尔，做老者较济。好，看过看，咱大家爱注意，好，自己的修行，咱唔通开始无耻啦、无智慧啦、老生气啦、贪心啦，以后才感觉啊，唔对起啊啦，哎呀，才对啦，迄大忌是够济咯，大忌。好，咱不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诸法，而且呢，无接触着，哎呦，这个水脉。衫哦，这件衫日本式的，德国的、英国的，吼、哦，什么这色足水的啦，你这水看了滴，闪闪闪光，发光，啥人要看你的衫内底发光啊？你嘛头壳破去，真破去。哦，我这衫料就足好诶，啊，去到遐咧，去到朋友店遐亲戚咧，三个人要租地就讲究你件衫，有够无地位，有够无耻。那件衫，你记得你人生啥意义？好、哦，啊，你就哦，我是德国料，日本料，嘿，台湾料比外国料才好。我一个空地主啊，拢去外国出国，拢买这个外国的布料回来。有一天咧，开三四领回来，三四领回来，拍字买到印台湾，台湾做的，台湾这，莫啊欢喜个呢。哎、啊、呀，我是做这边的东叔啊，我是杨小平，啊、哦，跟他关系杨小平，我东叔，啊，一届去日本，回来，哈、啊，哦，足欢喜嘞，买一件这个 T 恤，好、哦，500块要送上个小妹仔嘞，阿丁，我那都做这边的时候老东叔啊，要送来送伊，好、哦，足欢喜的送阿丁，我这件啊送你，伊日本买回来，只能500块了。结果伊伫中山北路买怎啊子？买50块，完全烧香，拍马虎山都烧香，布料就烧香。所以咱只一个台湾人啊，去外国采购团哦，买台湾的物件买倒转来。哦，所以咱人欲望贪心啊，无地位啊，色就是看得到人就对啊。好、哦，足济都啥呢？咱只人呢，就可怜的所在就啥呢？目睭看到对啊，就好啊。人哩吼，是爱看心。你看好，你心无一定安。那么你这代志咧，你就上好是较慢咧。那定日啊，哈，定日咧，有一个啊，某一个大专的校长，较早咧，伊话真爱买物件。啊，当着老师啊，谢谢。我说啥？我听你的风水真经听了以后咧，阮厝咧吼，家族安静的，我安尼。我较早吼，看到就爱买，买倒来我某就无爱，就爱甲我烧麦，爱甲我烧麦。
我是金牌不能出来，我足爱啊，每当爱烧麦，我搁在听听了呢，发觉唔对个，哇人去死物件创地去啊，所以我怎啊歪变？啊，即摆呢，我这半年来，我家来天下太平，哈、啊，老师你话无天下太平，我真正天下太平啊，哦，就是，因为你无需要，你无必要买嘛。哦，咱就爱有智慧，卖贪念，无智慧无痴，安尼来呢，烦恼就来，这是无价值，迄是无咧价值，色色看会到诶，哈、哦，啊声声音听会到诶，听会到诶，你听到还注意，往往你所听到诶，拢毋是真真正正，恁本来就会，咱诶。你听到的不一定就对哦，所以啊，你爱注意，你要听到的话呢，你尽量考虑注意，去观察一下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色声呢，色，好、哦，就是观音，色就是观，看得到就色。好、哦，声呢，就是、音。说修观音法门，观音法门啊，真简单。色你看得到的，莫贪心；看得到的，咱要有慈悲心。哈，看得到的，哈，咱能帮忙就能帮忙。哈，看得到物件好歹，互咱去判断。声音的，声就是音，听得到话，无就正确，咱爱搁证明，搁证明。即摆真侪人诶，修行。暴喊起来，阿妹，好，我阿姐，我是姐咧，你暴喊咧，我特别听，即佛祖观音在甲讲话，听即条做佛祖讲话，听菩萨要听鬼仔讲话，我一直在听，在那哭在啊，哭到一下起笑。嘿，到尾鬼也无讲话，拢家己在咬念。吼，啊，无看到鬼咧，家己目睭咧，金箍箍那就笑诶。啊，啥观音法门？所以两法堂咧，一挂遐就是安尼。观音法门就是看会到诶，听会到，好多观音嘛，啊，都慈悲嘛，慈悲好多观音嘛，大嘛观音。吼，那障碍要强修，我家己我地只地主张诶地主啊。观音嘛，甲观自在无共人诶。我啊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音嘛，嘿，差天甲地咯。观自在，你看家己诶心，我都观自在了。哈，将你看家己是毋有慈悲无？你若有慈悲心诶出来，哦，看家己有慈悲，家己慈悲诶是迄，就是观音嘛呢，才是观音呢。那么开始诶观音呢，还观自在。你若无开悟，完全两回事。所以，你观自在啊，你时时看家己心，反省家己，然后慈悲心发落出来，观音就是慈悲啊。好，所以观世音菩萨看世间事啊，发出这个菩萨心啊，发这个叫慈悲心啊，叫做观世音菩萨。大家拢同款，拢会当做到观世音菩萨。咱的慈悲心，做妈妈，吼，囝无他食，咱就用好食。听到囝在哀，就紧来泡牛奶好食。啊，看到囝仔跋咧，就安刷起来，拢是观音，哈、啊，家家户户拢是大家拢观音嘛。咱爱了解这个原则，咱就才袂去学一寡人甲咱骗你，把咱捉弄去。好、啊，香味，好、啊、香味。咱有个人，哈、啊，咱有个人啊，食物件。哦，这香味有够，还佫欠几项，欠几项。你偏香哦，偏了你，还佫是要算啥？偏了，无唔是哦，作战的啦。你嘛并无代表你会当大个，开足侪钱啊，做这道菜呢，一个熬熬几礼拜，后尾上个熬十五天的，什么鲍鱼，好啦，你啊啥？你偏一个，七夹一个，嘛刷呀，味啊，香甲味啊，这两偏到甲嘴只。你吃了直接逼就无呀，你并嘛并无代表你的心会安呐、啊，并无代表心会安呢。好、
真正心安啥？咱问心无愧，好，问心无愧。好，以上呢，你所看得到的、听得到的、听得到的，哈，这个嘴吃的感觉，这拢是得让你去烦恼的代志，爱注意，哈，爱注意。发忍力成就不给，忍力成就不给，不给众苦啊！个忍耐的力量啊，吼、哦，发动比丘忍耐的力量啊，确实不给众苦一次，经过足济足济苦啦，因为发这愿力讲，我要成就第一，我要布施，你就布施，何里达行状况，做到后尾做事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咱用咱身体状况就布施呢。用心的状况就无事啊呢。忍辱，你既然欢喜要做，你爱有忍耐的限度嘞，忍辱嘞，忍嘞呢。好，忍辱，好，然后嘞，持戒。好，我嘞既然有发觉讲我要在做的事啊，我袂使就贪，袂晓搞生气、后悔、有无智慧。好，然后再精进，无以后嘞，好，无就以上写三项嘞。然后再精进，努力变成念佛。法官要念佛的，你就再怎么样了，你要克服，时时要找所在念佛。然后才有智慧，有智慧的才禅定。所以咱发一个愿力以后咧，咱时时啊，吼、哦、都有只天魔，吼、哦、或者迄个天龙护法咧，来甲咱吼破阳化是真真正正话讲真咧，讲假。好、哦，忍辱成就啊！忍耐的功力啊，成就不计众苦啊！哈、啊，受到算不了的艰苦，算不了艰苦啊！所以修行无得软，一挂人哦、啊，哎呦，阮厝吼，真嘞哎，足艰苦坏啦！我要修行做和尚，做尼姑，较废话。一旦出家出来，哎呦，比自己出来得较艰苦，有够艰苦，因为食众生的，吼、啊，我再时两点半出门，就爬起来。啊，暗时十二点才睏，十一点才睏。哦，我中昼是无打休睏，啊，二时还佫直做。哦，唔系，我袂修行啊，我袂当阿做开呀。哦，我一空多地嘛是安尼。翁婿两个翁都爱啉酒，哦，伊就开始哦好啊，无我安尼气着啊，互翁婿拍着气着啊，我就咧出街啊，我就走咧远远出街，啊去即个师傅哦，开始大害我，看到伊安尼开始铁都沙咧头毛都流了呀。哈，因为死无人好撞开，死无好撞开，啊头都阿流了，剃掉呀，剃掉伊就唔敢转去啊，啊唔敢转去呢，啊就去寄话转去甲老师讲，伊要出家啊，吼，伊出家啊啦吼，我好啊欢喜，我看你这出家出无久啦，我甲查囝恁恁母啊后面老久就锁转来啊，免烦恼。好，啊就去，啊头毛就剃掉呀，唔敢来啊，啊就无出家袂使念。啊，当个工课哦，暗时咧，才十一点才有人睏，早时两点外就起来，站袂住，无啥三四个月咧，瘦到消瘦落吧，才就一工咧，就撞倒来头走头溜落来啊，啊头溜来讲，我都要破病，要去看病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里较信道咧吼，借信道车啦吼，啊好载落来，载来伊都唔去咧，啊唔去咧，讲伊只作艰苦，伊后悔啊，伊唔对，伊后悔啊。伊讲原来出家吼，煞比伫在家搁较艰苦，厝无风景啊，风景个，有当风拍风拍嘞吼，有当啊早时嘛困较晏嘞，起啊困袂晏，暗时嘞吼，搁爱暗困，啊伫厝暗时拍拍张嘞，你讲哈，我袂瘾做梦啦，我要困啦，困袂困一日啦，你会用暗时要么时都好困啦，困到天灯变袂起，啊惊嘞吼，妈妈你无食饭嘞吼，无安尼我烹互你食啦，搁穿互你食，哎免去做王食。你出家的，还是叫住王家的，新来的，哦，所以啊，咱人啊哈，这个忍耐力爱有够，好，既然不行，不行太对。那么最近呢，家里在空姐住，哈、哦，但是早已出家啊，我有的烦恼，我你半路有个烂杠，哎呦，我你要家里去找我的弟弟，嘛好了哈，爱有心，爱有忍耐，无我来讲话的，一定半路有个烂杠，哦，安尼嘛是个烦恼。所以啊，咱就难啦吼，咱爱忍耐的功力爱有够吼，不给众苦，算不了的苦啊，算不了的苦。但吼，但乐业吼念，但乐
亿念过去，诸佛所修所修善根行，哈，哈，这站落来没有念腰了哈。亿念过去，诸佛所修善根行即正行啊，远离希望，坚守善正，哈，常以佛言爱护教育众生，以佛法。正三宝佛法正，信中恭敬，依真地门得种德本，哈，得种德本啊，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好，所以讲，我这里发到 BQ 啊，好，一忍耐一靠啊。哈，不计其数，还是足济无简单啦。哈，即个，而且呢，时时啊，真欢喜咧，怀念过去诸佛所修的善根，一直去回想参观。咱若只有经典，就看经典。诸佛菩萨伊所修诶修行正果法是安那？哈，若无咧，用去想已经觉悟啊，伊是想想过去世、过去生生世世无量阿僧祇劫啊，所修诶遐咧，哈，一善根，哈，行即正法行啊，行即个非常修行咧，去做做一个安详，无互即个环境甲咱左右去诶，即行，哈。远离希望啊，坚守信念。远离啊，离开这个希望，哈，虚伪的，离开虚伪的。即摆真侪人在修行啊，是讲哦，我吼修什么宗的，我咧坐禅。啊，得坐咧，啊那听，吼，开得超较好咧。好，我拢捌去啊，参观一寡即迄个坐禅，踮那坐树仔头的，树仔边的，哦，坐到舒适安尼吼。我看一下，一下咧好听咯，姿势超较好势咧。我过时啊，当坐个时候，你入定哇，我入定几啊点钟啊？我奇怪入定几啊点钟吼，我一下你来要超较正咧，个皮都红红个，歹势。哦，虚伪的修法，虚伪的，啊要咧就跳档诶，回大家乐诶，好，我要精神来，很棒啊，就定了，啪。哈是说说咧，把你个精神袂怕忘啊，嘿，哦，精神来啊，激动啊，当机啊，袂怕忘，哈哈，啊，要着精神来吼，啊，伊袂注意定遐定着听，猫来咧，听讲哦，都有赞的，都有啥，啊，袂定猫来听，啊，所以希望啊嘛，即摆吼跳动的吼，机身啊，十下九下过，啊，一个无过的咧，嘿，谁讲？嘛要记，全记较济。好，我当一个，反正朋友的爸，因老爸，哈，啊，伊就有一个机会，甲问讲，哎啥，你跳档吼，激动三十几年中间嘞，你的精神来几下？一届尔，三十多年精神来一届，啊，剩的拢记啊，吼，啊，这一届呢，你是哦，迄届来拢唔知人哟。无一个人起来，拢唔知人真神来是干呢？三十多年，好、哦，可见迄种啊，人过里边呐，顺为尾，红姨顺为尾，要来问代志的拢袂顺事，吼、哦，袂顺事，一定出头离不开红我冤家啦，离不开囝无乖啦，了钱安尼尔，啊，离不开是破病啦，破病药啊，食袂好啦，吼、哦，啊业重，啊，就你即几项尔，所以啊，要有激动真简单，足紧嘞，吼、哦，你呐。若要问迄个吼，查某人啊，查某囡仔吼，较早人呢，较少年一辈，四十岁啊左右啊，只拢烦恼翁去互拐，吼，啊，就开始问因翁，哦，开始那查了，恁翁即摆啦，吼，听着恁翁，哦，系啊，哈，就目睭金光啊，都一直问吼吼，当几队啊，吼，啊，你莫安啦，哦，我莫安啦，好，我做无你共阮作业诶，啊啦，啊，就开始啊，哦，啊，就即就出头来啊，啊，恁囝啦。好、哦，恁囝怎啊呢？哦，话头都讲，拢讲红对就对。
好，伊就是用侬孙要孙三十多年，啊，要退的要退，无嫁佫袂使哩，无嫁佫袂使哩，啊，唔嫁佫袂使哩，要嫁啊，佫家己生活咧足艰苦，好啊，若要嫁就嫁嫁退退就对啦，吼，跳嫁就跳嫁跳退退，人家大家乐转安尼，哦，各位爱注意，咱来世间啊，生存是心安，唔是来追求讲哦，什么阿乐啊，吼，恁多几个啊，阿偌济。安尼，你有落来落去，一定都落到尾啊，拢无去。吼，这就是讲，咱吼爱实在，不要卖有希望，远离希望，远离无卡达实地代志，坚守诚信，坚持守着咱的诚心，吼正义，诚心正义，咱爱有诚，人甲人中间是爱有诚，诚义诚，吼心爱有正，心爱有正。咱有诶心就了歪过去错，吼开始来要骗东骗西，咱就无必要安尼。互你骗着一时啊，你艰苦一世人无效。我若互你骗一世人呢吼，你艰苦一世人。我若甲你骗一时啊，我艰苦一世人，袂好，确实袂好啦。吼，相遇何言，爱遇妖孽众生。常常啦，用这个面啊，真欢喜心，吼啊，讲爱心的话，爱心的话。好，来帮助众生，无像有诶道场啦，包括咱道场嘛同款，信徒来嘛，啊唔知啦，哦安尼，安尼人甲到我遮来，唔知啦，你问谁啦？哎呦，我是安尼咧，我一般人都对佛寺安尼感觉真正尊敬，感觉做一庙诶人感觉是足好安尼，哪会杀伫庙内祸咧？啊唔知啦，你问啥人啦？啊问个啊唔知啦，死个唔知，人到我外头头壳顶来。我啊，有可能啊，迄你拄着阮，去阮师就拄着鬼，你无拄着阮遐地主啦，拄着阮师的鬼啊，拄着鬼啊。好，你只会安尼，无安尼，问唔知啦，好去啊。那这种心的人啊，这种地主，这足可能的。你等佛众生爱护因果，爱护因果怎样？好，人诚心诚意啊，辛辛苦苦，安尼遐千里迢迢啦。要来拜佛，唔知要请教两句呀？唔知啦，都好去啊！哎，那无欠你哦。好，我唔知啷个啊，我就歹势啦。去阮寺里鬼，足侪拢拄着鬼啊！吼，啊，你去别里嘛是共款啦，会拄着鬼啊！好，我唔卖讲别人有寺啦，可能我寺就全鬼啊，全拄着鬼。吼，啊，这佛龙拢未讲话，拢坐坐了，坐坐点暗讲，笑笑者笑者，笑讲你拄着鬼啊尔。你看嘛，你去大雄宝殿看老祖、看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、弥勒佛，笑到遐遐，哈！你今日可能拄到鬼，若是山拄到山下拄到鬼，你起来拄到鬼。各位爱注意，人是世间是要修心养性。当你发一个无明的慧时啊，当一个佛的众生，你爱三劫来修才成形的，修三劫才成了呢，恐怖呢，恐怖呢。唔通青青菜菜呢？你伫山下现在好咧，无要紧咯。你若人伫道场咧，现在对众生好咧。我跟你讲，真侪起来阿婆咧，一个脚拜一拜一，迄种啥人咧？迄种菩萨化身起来较侪呢，菩萨化身呢。你用我这是各种态度咧，那这三地头都不用好咧，哈哈。你咧，你好就菩萨。我跟你讲，你今日即些没完没了，地界免惊无恁的份，免惊无恁的份。爱惜伊，爱注意，尤其伫在地道场服务的，尤其心直的人，心直的人啊，修行的人啊，特别注意。哈，咱爱伊，要有众生啊，以佛法经啊，信中恭敬啊，咱以佛法经三宝呢，爱来信中，哈，互相来尊敬。哈！伊真得门得门得得将得本啦！好，叫咱爱做善事啦，这是真真正正的根本。哈，这个善德正善德啊，这是真真正正的根本，生命根本。哈，希望各位啊，好好若有错误啦，速速改过，忏悔，好，莫阁犯着，哈。啊，安尼咧，咱咧业就会自消，若无愈积愈重，严重，系爱注意，吼、哦。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